其實係即係點解會有全新派台作品呢隻歌咧？就因為啊 ，hello， 因為我哋真係好耐都冇做過音樂嘅，即係好耐冇全新派台作品啦。係，同埋即係大家都知道，好似誒個樂壇咧，而家都好似越嚟越難做咁啊。所以我哋覺得咧，即係而家呢個時勢，仲有人會有全新派台作品咧，希望各位都尊敬各位歌手啦。你喜意邊個？而你如果真的找不到一個歌手，你是很支持他的話，不要緊，樂壇就是等你加入的，各位年輕人，是將來你加入的時候我支持回你，現在送住給你先我們的全新派台作品，謝謝。